刚通知他了，在楼上等我们。嗯，说话有没有客气一点？有，我刚才用请这个字呢。嗯，很好。我会加倍还你，这样可以吧？爸，你不可以再去赌了啦！够了吧？你再不放手，别怪我动手了。他们已经进来了，我应该来不及离开，我们见机行事。只要你跟着我，钱今晚就会到你银行账户，替你父亲还清债务，怎么样？是吧？我们到底撞到几次了啊？你还好吗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你怎么每次转身都这么突然啦？我刚听到你在笑。你没事吧？撞到鼻子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数不清了。如果我不在你身边，以后你跌倒，谁来接住你？为什么你会不在我身边？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其实我收到美国大学的面试通知，他们邀请我去美国加入那边的大学篮球队。害进任何人的电脑是吧？废话。那我想请你帮我害一个人的电脑是不是？骇客是一件隐秘性很高的工作，那你们这边人那么多，是要看我表演啊？没听到妮娜姐说什么啊？看表演啊！出去。洪董，身边没人，我怕。怕吧？怕什么？怕他咬我？滚！你也滚！
大头员的 IP 位置，怎么可能？妮娜，怎么了？对方发现我了，我们现在在网络攻防战，你不要吵我吧。不过虽然我看不懂，我感觉你好像很厉害啊。你想不想看对方长什么样子？还可以看到对方啊。你到底是谁？大头员那边应该没有你这种人才。现在有了，你最好小心一点。真的是太子。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？他把网路线拔掉了，可惜如果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就可以把他电脑所有资料都备份。你太可爱了，我捡到宝了。放尊重一点。这个人到底是敌是友？他明明可以不动声色地备份我所有档案，为什么还要故意打开镜头提醒我？爱丽丝，嗨，流川枫，你特地约我来见面。是有什么事吗？米宝的生日，你打算怎么帮他过啊？我已经准备好礼物要送给他了。嗯？没了吗？嗯。哇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其实是跟我预想的没有差太多，但是你也太没有惊喜了吧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好啦，其实我这边事已经都帮你规划好了，只是要看你愿不愿意配合。嗯，我愿意配合。太好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跟米宝失望的。交给我。好。